都是美女。终于露出你的骄傲了，开始有点骄傲了。我要在你后面唱，环抱他。回到差不多的家，躺在差不多的沙发，微博差不多的刷，都吃着差不多的瓜，那标题差不多的。是童儿，欢迎童儿。哎呦，看他的服装，哎呦，童儿太瘦了，好瘦，那个是腰吗？好瘦。Oh my god， 应该是表演的吧？大家好，我是童儿，我是三围是32C，自爆吧，自讲啊，最喜欢的，果然是伟阳，厉害厉害。对，然后是双子座，那我在下个月12月6号要结婚，恭喜啊！要婚礼我们会去的，好久了。就是对，有一首新的创作单曲要发行。哎呦，歌手对，不过他声音其实从开始讲话就很蛮特别的啊，他是有特殊嗓音的人，是。而且我唱歌跟讲话声音不太一样，都是有请先上身才会唱。是祖先吗？真的？你到现在有接过尾牙吗？有。你接的是哪一种？我其实本身就是尾牙的表演的歌手跟乐手。乐手还是乐手，你该不会是弹琴的吧？然后曾经在一场尾牙上被人家一个老板骂五字经，然后你不弹对不对？就是你不弹，然后被骂，被骂五字经嘛。对我是自弹自唱。哎呦，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就是规模小一点的尾牙，可能只请你一个人，就又要弹又要唱。对。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只有两三桌的那种，可能主管级的尾牙，然后我就会变成说，他们就要求说我一个人就是唱整场，可是他们中间会穿插其他活动，但我就是要撑个整场的表演这样子。你接到酒店的尾牙，你非常开心。我真的以为是正常的那种五星级的酒店住宿的那种酒店，然后我到现场坐到一半了，我才突然发现，好像不是旅游业的那种。我们到后面的时候，他们是整个女生整团哦，站到舞台上，然后整个在那边跳舞，而且还会趴在地上扭的那一种，很夸张，就是那间在地上，对，蹭地板舞，哎，很大，你会不会蹭地板？幸福。不是起来，擦地跟擦地板不一样，这边看得到了，不要起来，我们看到了，路超路超，男生啊，哎，可是你这样啊，就是说到了尾牙季，你最多一个月可以接几场？25场左右，一个月，每一天没有在休息哎，几乎每天都有。就是有时候像大日或是整个礼拜、整周，就是每天都有尾牙。你这样是算是比较文雅、文静的女生，对不对？气质女生。你在尾牙唱歌唱到一半被性骚扰，因为我是就是自弹自唱的嘛，所以我只能站在定点，因为我必须要伴奏，我必须要弹琴嘛。但是像我不能移动，因为有些如果是拉小提琴，他们是可以可以走的，对他们就是如果人来了，因为其实喝醉酒大家都会想要上台跟老师拍照，他们会想要拍照，越唱越对对对。那其实其他乐器他们是可以移动，可是我不行，我再怎么挪动我就只能这样，然后手还是要在这里，最多88件，对对对。然后他们就会冲上来，是你真的漂亮，对啊，然后才往你那边，而且冲上来就。我要在你后面唱，环抱他，他们会冲上来直接弹我的琴啊！真的，他们就是弹我的琴啊！不是弹，弹的琴垮了，跟你弹琴说爱。就他们会直接上来一直乱按我的钢琴，那很好笑。然后会一直贴过来，就会一直贴过来，没人阻止。就是、因为拉小提琴都跑光了，就是主持人就会赶快帮忙 Q， 但是他们有时候混乱，其实是没有办法顾到。你为什么表演会受伤，还要撑3个小时？为什么？我们都穿很高的鞋子，像其实像今天这个比较好，但有时候会穿那种细跟的，那有时候就会差不多十几公分。哎呦！然后因为我们的舞台有时候会很高，会有阶梯，有时候要走下去的时候就会直接就是没站稳就直接摔。摔到地上，当当这样。对，然后而且有或者是上台的时候，只会就直接趴在舞台上，就是摔在舞台上。所以一边头流血一边在弹琴，就是可能脚都已经扭到啊、拐到，但我们还是要撑完整场表演，因为一场尾牙差不多就是2.5小时到3小时，很敬业。你怎么那么衰？你摔下来，然后上去又摔上去，就平衡感比较不好。哇塞，那天摔，有时候小脑中枢神经，小脑平衡感不好，大点。哎，你有没有拿过，就是在尾牙场上拿到大的红包？有，就是我曾经做过一场尾牙，他们有点像是那种博弈公司，博弈，对对对，然后他们小费给都很大方，因为我们台上老师又都是漂亮美女嘛，就是我们都是美女，然后他们就是会非常，哇，都是美女，终于露出你的骄傲了，开始有点骄傲了，难怪会
他们就会直接搬很大包的红包，然后让我们老师均分。他用搬这个字，请问是用行李箱吗？对，又是行李箱，又是行李箱，就蛮厚。你们是一个团体吗？我们其实互相会配合，就是好几个朋友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那今天既然你是歌手，是好，那我们唱一首歌。好呀，要唱什么歌呢？我要唱就是今年很适合在尾牙唱的歌。哎呦，哎呦，应该不是露露的歌吧？不是，露露就放心了。不是，没有，这已经算枪了。我说宝贝，哎呦，我说，让我说声来再见。差不多的姑娘，追逐差不多的漂亮，他们差不多的愿望，牵着他们彼此方向。回到差不多的家，躺在差不多的沙发，微博差不多的刷，都吃着差不多的瓜，那标题差不多的价，把着差不多的挂，网友差不多的嘴，跟脏了差不多的话，一条差不多的誓言，先穿差不多的眼，看着差不多的留言，都是差不多的贱，到处差不多的 baby， 比着差不多的基尼，举着差不多的 B， 骑着差不多的 D， 在差不多的街头摆差不多的 pose， 跟差不多的男友走，差不多的 girls， 跟差不多的男友走，差不多的 girls， 跟差不多的 low， 穿差不多的 rose， 跳着差不多的舞，举着差不多的 beat。差不多的思路，选差不多的嘴处，看差不多的脸书，人差不多都想哭，女孩差不多的路，都差不多无助，差不多的姑娘，追逐差不多的漂亮，他们差不多的愿望，牵着他们彼此方向。谢谢，很稳，好足，好稳。哎，你刚刚摔下台了，是不是？摔下台了，摔到我的一波一波的，而且都没有人来救我，好恶劣哦。哎，不是你刚刚唱这首歌，说人家公司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确定是何伟啊？差不多，差不多该结束了，这家公司差不多该倒闭了。这家公司干什么的？在搞业务的，对，差不多，这家差不多，业务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确定是何伟啊？我的意思说，你这样唱。你自己会不会太累？哎呦，其实我们在尾牙当中每一首都是这样子的形式，都是要热带气氛，才有劲，尤其是后面。那请问差不多后面接下来下一曲就是搞不定，太吉利吧？老板疯掉啊！好的，请抽红包来，哎呦，请写，太棒了，一到二十。哎，我想知道最大奖是什么？我怎么会告诉你？最大奖被你偷了，老板特别奖，最大奖。哎呦，哎呦，十一哦，哎，最大奖听说是有8888，哇，现金，你自己要包子？我看到了啦，我的天，什么？哎，哎呦，我看到了，几号？几号？好像还普通，十一，十一，五福临门鸿运岛，我去，这个好哎，对不对？五。来，哎呦，中华豆腐，五福啦，五福豆腐，五福临门，哎，好好好，五福临门，就说你的想礼物也跟奶一样漂亮，对，很嫩，又白又嫩，好，来，请坐，哎，谢谢，你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没交？对。那么现教啊，现在如果说有一个人有胡子，然后他，但是可是他在音乐上面卓越，非常厉害。是，你看我今天就穿得像琴键一样，黑白键。对啊，而且他也是会老舍的。不要让我说声对不起，想老舍这里老舍。可不可以不要再说这件事？我缺了，好不好？你刚刚没有听到，他说我可以弹他，是不是？天哪，这么会主持哦！哇，我也很棒，一晚就听。好，来请坐。